什么在那天下午你强吻他？你跟王子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们是拍戏。我刚才说，哎，马上有想到，因为我们之前一起拍《消息离中我爱你》。那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很喜欢他的女生，所以有一集呢，我就是直接上去强吻他，扑倒他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在街道上面，然后我直接强吻他的脸颊，吓一跳。但王子是你的菜吗？啊，我的菜。David 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给他说出来？不要怕，好好说，我当你的后盾。你说吧。好，就是他。睡相很差，然后有时候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在地上，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会一直踹我，踢你，攻击你，出手出脚的。对，那他会打呼吗？不会不会。哦，不会哦，会磨牙吗？娘不会不会，只会打人。怪有就讲说，哎，为什么二姐长得最高？对，因为从小她最不会读书就是她，她每次在从小。坐在书桌上就打瞌睡，所以就开始打。那我也不忍心骂他，因为生女就这样，真的不忍心骂，就说啊，干脆去睡觉。啊，他就真的很乖，马上就二话不说就去睡觉。那所以从小他是长得算身材比较标准。今天的这个嘉宾，欢迎宋云花。当然，哎，长嘞，哎呦来了，你今天是来站台还是来拆台？来拆台的，来，哦，哎，真的啊，好久不见哎。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比较偏白一点，然后比较少女一点的样子。白瘦。但今天就是比较很健美的身材，而且他这边的腹肌真的是看一下，拉近看一下，很平，而且那个线条很明显。所以今天就是祝你越来越火辣，然后你的专辑也会越来越火红红红。对，就是在重要时刻就是要穿一些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都是要昂这样。昂叽叽啊那种。哎呦哎呦。书籍上很性感的内裤吗？我先送你，对，我送你两个，就是你最近运动的话，就是非常，就他最近都会 po 一些运动的照片，健美的照片，就可以穿着这整套，哦，好火辣，是不是 sexy？ 做那个运，我觉得蛮多礼物的，对，必须的。你是觉得我可以把一件分给你？哦，我觉得你自己穿这套，我今天已经自备红内裤了，不用，对，我今天已经自己穿在里面了，就今天也穿红的，哦，真的。知道姐妹要的是什么？真的，其实大家不知道，其实宋云桦她私下也是蛮性感的。哎呦哎呦，爆料喽！哪方面？就是其实她的身材也非常的好。就是我是要跟你一起洗过澡，是不是？我看过，更衣的时候，对，该有的地方是很有的，所以我说手跟脚跟眼睛。我个人觉得她穿那件蕾丝内裤会非常的性感，就是真的很开心，就她居然答应我说可以来帮我站台，所以其实真的很感动。姐妹好亲切，她其实求我很久了，对啊，然后就是两个人在互相，有时候我们会很紧张，然后在后台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她就是屁股也是蛮有肉的，啊，我觉得我很羡慕，然后所以我就会有时候让她偷捏一下，然后偷打一下这样子，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跟她之间的情趣。是抠哪里？就是屁股有肉啊，有肉的地方。以前只要碰到不管任何工作，我就是一个呈现一个很肿的状态，就是每次工作压力大，以前我就会一直吃，很克制，但还是吃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挑东西吃，所以一些比较罪恶的食物，我就会用稳的来满足。然后王子啊，对，不算是你的菜，是不是？王子他就是他太，就是大家应该会觉得他比我还女生的感觉吧，因为他就是太美了，太帅了，对，就是而且他感觉我刚打架我要赢。帅，比如说张立东这种你可以，这也是有点落差太大